Ben Chi A. 来。台语哦，哦，这是台语啦。啊，歌名。老板哦，哎，这个好笑。大话。而且每集。哦，三、二、一、一，请亮盘帮忙喊一下，对不对？金包银，但两米的出大事，两米的出大事。好，来按一个。我后来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教儿子太硬了？我儿子要在那里龟毛哦，怎么样？我直接就斧头过去。你是斧头帮的？女儿哈，哎呀，女孩子随便。没关系，你再慢慢学。女儿是宠着养嘛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儿子有一天会长大哦。长大怎么样？他也会拿斧头。把斧头收了。华盛顿的故事你忘了吗？他，你很像樱桃树哦，爸爸，你长得很像樱桃树。准备要被砍了。他拿斧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买好枪了。不要乱讲。喂喂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难舍？不觉我说着说着，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刻，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。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。割了什么？割了什么？来，然后一、二，危险了。OK， 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可以了，会了。不要讲。他都会啊，阿丽莎都会，阿丽莎的歌路啊。他背下来跳了，有没有？很好 Q 哎。好，正确答案请亮出来。弗劳尔。来，预备起，来。力量很棒。这个阿丽莎这么可爱哦，我觉得应该要。你要干嘛？不是，要签到你公司。没有，要重新验一下 DNA。申请。对啊，我上面太可爱了。我觉得那眉毛跟我有点像。以前我们就有人说我们两个很像的。我第一次哦到台北来录影，有一个记者把我拉去摄影棚说：“吴宗宪啊，这个新人跟你长得很像。”
哎，宪哥当场把那个记者赶出摄影棚。耿轩，你记得吗？认错人这样？没有了，没有，还是拍的照了。还有这个名字，差那么多，怎么会讲这种话？这边又错了，来喽，一二，哇塞，好强哦 ，Lower， 怕，好技术 ，Lower，